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福气来》。在评论员的故事中，有一群人，因的希望透过教育的方法，让新人呢可以这个学习家，反正这个命运一定如何渗透树叶。在介绍伊的以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她是一个单亲的母亲，成立一个团体去照顾弱势的一个孩子，等于说是弱势再去帮助弱势的一个团体。弱势比例高达5-6成，这个比例太吓人。当我还看到孩子是要跟着妈妈到处流浪，是睡在一个木板上面。当我看到孩子是被家暴的，这一些我都不想让它再发生。我开始不是在做客服，我真正的心愿就是抢救孩子，协助家庭。这个苗就开始在发育。看下的亮片，我的马上来分享我的今天的贵宾哦，我的呢圣道属烟的陈文金陈院长。哎，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慈惠善导书院院长陈文金。还有我的呢，志工泰国理事总李泰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事总，汕头属烟的志工多谢。我第一点我想要问一下院长哈，圣道属烟成立久诶呀？一共是21年，那早在二十几年前是在高雄，那在民国88年我们就进入高树，我就把自己决定在那边帮助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一个族群。那当初怎么想要成立为山道的属养哦？应该是我有个很好的老师，就是我的孩子啊。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是充满了惊奇，充满了一些暴力，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在中间当一直在学习啊。就是说他常常去跟人家打架啦，飙车啦，所以孩子会发生的事情他都发生了。那后来他就因为还很年轻，还未成年啊，那就因为飙车啊，就有到监狱去。然后我们就在少年监狱里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孩子是应该不应该被放弃，因为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有没有认真去照顾这些孩子，我们自己真的要想一想。那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可是我们透过很多的陪伴教育啊，技能教育之后，他们可以改变很多。只要孩子有目标啊，有人陪着他走，我相信一些所谓的叛逆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也对你这个亲身的故事里边，如有安尼一个反应，讲你希望可以救这个生命的，因为嘛可以救这条生命的。因为天，你是不是在所谓的你刚刚说少年法庭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类似的案例？你觉得这些小孩子其实是他应该要有一些人去陪伴他们的？对，因为像我看过很多单亲的小孩，或者说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不是亲眼看到一个孩子为了一个便当跟着庙宇这样走了一天，就为了那个便当。那我是觉得这个方向是比较危险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也没有能力，我是单亲妈妈，没有能力让他上安亲班，所以他到我爸爸妈妈身边的时候就有产生很大的误差，还就是说隔代教养的问题啊。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很辛苦。
我有很沮丧的时候，也有想不开的时候，所以我很怕说别人是不是跟我一样。哎，可是你这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希望说是不是有一点能力可以不用骗人没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沙皮问题，其实过多啊，你常常谈到啊，你生意都天秤啊，好，你那一天你答应了某某事情，其实那成立的安尼机构去天上的人约是，其实你一百年来公路规划作为呢，跟有一个单亲的妈妈有点不一样。你当初成立善导书院的时候，有读到么困难？有啊，因为在善导书院这一段期间，在早期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经费。那在我身边就是很多单亲妈妈，她所面临到的问题跟我的问题都一模一样。有先生外遇啊，一个人要养三个小孩，那小孩正在叛逆，也都去跟人家偷东西，哦，然后妈妈也是这样哭，这样都一直在求助哈，无门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就说，哎，我们不然这样，你的小孩到我家来，那我的小孩就到你家，我们采用一子二教的方式，我们轮流来照顾别人的小孩。这样每个小孩都到这，我们就这几个妈妈就这样子做。那孩子去别人家里发觉很多事情，就第一个他没有自由，第二个他就说他想要什么都没有什么。那这样一子而教的方式，我发觉是非常非常成功。那我们的孩子都很难教，就给人家教啊，很好教，哎，然后那种关系也亲密了，他也比较容易去体会到说妈妈的辛苦，哎，每一个妈妈都很辛苦。那我也很感动，很感激，说我们21年前到现在，小孩子哈没有一个变坏，而且每个人都有目标。其中一个小孩哈，他以前都跟人家拿东西，很胆小，很爱哭，又喜欢打小报。可他长大之后，经过我们这样长期陪伴，他是里面最孝顺的孩子。他三个月，要把他薪水每三个月就带他妈妈出国去走一趟，单亲妈妈哈，我就觉得蛮感动的，真的哎呀，所以我就觉得长期下来哈，虽然我们面临了很多的经济的状况哈，那我们那时候在解决这个问题是，你有多少钱，我们的就共同去互相帮忙。那我们那时候有个诵经团哦，我们很早就带孩子去面临，去让他看生死。生死这个学问哈，所以其实他们自己都有感触，啊，是这样。你不用生意呢，提早一看，其实生命很忙的，好，我的囝叫我提家呗，时间地方没讲我的，我的会过多功课要做了，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啊。希望这种事情会吃人，但是一直都等在提家，我都没讲我的人强啊，都没高升。像李太公，你当初很容易感染啊，那三头鼠人的咯。哎，我是对明如方底下讲安尼一啲情形，其他明如的新闻有看到严重的一啲故事，哦，如许伊许一啲单亲的妈妈，啊，成立完个团体来帮助弱势的人，就是如弱势再去帮助弱势的一啲发言啦，啊，佮说我经济能力许可，啊，我如善用金钱的方式来赞助一个团体。啊，沙哈伦呢，我都有想到讲，有一年我都邀我的太太，哦，讲来素颜拜访一下严总，了解一下讲，多大一个咱的建筑的团体，怎样的一个情形，哦，都从严总约的一个时间，啊，等都过去访问去，哦，带一些物资过去安尼，啊，看到从严总设计方谈过以后呢，都认为讲，其实各个单位啦，吼，拢有一定需要特殊的地方。除了出钱以外，其实人人可以出心力。如像头多主持人讲的，人人的生命又带一些资金提价，不所以我是认为讲的公益做得多。哦，如因为安尼引人，哦，如加入一个志工的团体。可是，这时间有工作，你这个本身有工作哇？这时间有，给他有工作。啊，这时间严重在哪咯？还在高雄还是屏东？已经在屏东读书诶。跟几时就看到伊看伊屯严重约好以后，伊看严重时，其实你看到其实生意的情形样了，无论跟侬三岛书院几时的情形样了。其实提起访问的伊的期间吼，生意呢其实各有礼貌，伊对一个来的来宾吼，会斟茶啦，会同伊问候安尼，啊搞啊改好，但你一时都看不出来讲伊系弱势团体的生意，也变成讲如果教育的部分系有做到吼。其实伊对安尼
英国的神发的一块灵异吼，伊如果伊有安尼一块表现，哦，当然伊迄提安尼单位要表现安尼提卢卡发，相对伊如果有对这家阿爸阿妹有安尼一块表现，也如应该看到一块部分，故说人会想讲啊，这家有一份神秘来加入安尼。可是像头先我来严总讲，你讲其实一直而教，其实人家提白谈到安尼一种教育方法，中华讲你一直而教反而够容易喏。对啊，其实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哦，他教孩子有时候是真的说不动，他说不动，我要去找院长妈妈，我要跟院长妈妈讲。你跳吗？对啊，很多家长会喜欢把我拿来当挡箭牌，我们知道这个效果是非常好。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哈，我们现在就跟学校，我们就跟学校也连结哈，那也跟家长做连线，说我们是一个等边的三角关系，都希望说，哎，孩子在我们这在书院的这段期间，他可以学到他应该学。其实我们的孩子哈，会读书的真的没有几个，那我们会读书的，我就尽量让他读，我也跟他说哈。没有钱没关系，你尽量读。我们院长妈会陪你到大学，甚至是出了社会之后，我才会放手。我跟家长也是这样承诺。那不会读书的怎么办？我们都有的从一年级考到三年级，零分啊，零分。有一次他就考了100分啊，那100分那时候他已经六年级了。结果他是测试三年级的程度考100分，我被他骗了。结果我就说，第一次他三年级的时候25分，我就被板斗，就是全部都要哦，大家就开个庆祝会。真的是他真的不会读书，可是我发觉他是有技能，他对农事非常喜欢，而且这个孩子很有规矩，就每到4点的时候，他就推了一个推车去帮我们收垃圾。他主动去做这些事情，我发现孩子不一定要会读书，不一定要会讲话，他就是默默的去做这些事。而且他在学校，老师本来很不喜欢他。我每次去学校访视这些孩子，我都看他在外面发展。那有时候我就跟老师讲，其实这孩子有很厉害的地方，他很会做事。从那个时候，老师真的是都很多就变成老师小帮手了。每老师变得没有他不行，所以我就觉得慢慢的发觉孩子是很有。可是不一定我读书了哈，其实我做事嘛最重要。休息好，等下把嗰度嗰精彩嘅三道属羊的故事，我哋马上过来哦。欢迎过来福气来耶！今下我哋去现场有几多几好食的东西哦。那先问一下我们的严总，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出产的吗？对，就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可是这些东西有分，你看说农产品还有加工品，按照怎么做的东西呢？因为我刚刚 在前面有讲过，孩子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那我就觉得要让孩子知道说，他必须要知道每一个食物的来源，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农事。那我发觉哦，因为我们单位是不募款，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生存下去？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农业时代，我们是怎么样去过这样的日子？所以我家还是要手心向下。那我们一开始就种水果玉米，然后种白米，所以我们都说元气米。那一直到我们后来哈，去租到一块地，就是我们现在幸福时间这个场域里面哈。那去租了一个，那地主也发心，他说他在美国哈，他想要落地归根来到台湾，他想要在农业上哈去帮忙很多农民，所以他在网络上找到我们的故事，他说哦，我要做的事情是他一生梦想要做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所以他要想借助我的力量把这件事情，把它实现。他就问我说哈，如果说这个地方你要取一个名字，你要取什么？我说我要取一个名字叫幸福时间，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不幸福的一个环境跟家庭哈。我希望来的人或吃到东西的人都可以很幸福。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哈，这个因为我不可能永远陪着孩子，那孩子虽然他不是
我生的，可是他跟我的姻缘这么深，我到底要留给什么东西给他？我想我应该留个能力给他，留一个企业给他。那我也希望说，我们开始就成立幸福时间，一个社会型企业。我们这个部分是希望说，他将来孩子自己去经营，这个路上我一路上去陪他们。那将来他们必须要自己去独自的去经营这个，把所得的百分多少，啊，他除了我们善导书院的幸福时间，他们要自给自足之外，他要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就像说我们在贩售农产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小农啊，好，还有一些老农，他的销路是没有办法去有通路。那我们第一个也是透过一个巴拉阿妈的故事，就开始想说我怎么样跟这些农民来结合。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巴拉大滞销啊，我每天看他三篮四篮一直往我们这里放，说要给孩子吃。我说你这么漂亮，应该拿去卖啊。他说卖不掉啦，才3块钱。我就想想看，工钱都不拉白啊。对啊，根本肥料钱啊，什么都，而且他又养两个孩子，他是单亲的阿嬷。他说不然阿嬷我们来卖啦。我来卖看看，所以我就在脸书上贴，啊，真的反应非常好，那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社会型企业的一个概念就开始了。那后来我们在种凤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高雄，屏东高雄的凤梨真的非常好，又在选保护区，我就开始鼓励大家不要有农药。我们幸福时间的所有产品是不能有农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水源区里面应该守护这块净土，然后在高雄的居民他可以喝到干净的水。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值上啊、产量上都可以很平衡，而且是真的可以创造一个商机的话，也可以帮助这些小农。古时候全部往里全部抹杀农药嘛？对，我们都不用农药。根本连抹杀农药啊，骨头虫我哪用的呀？哎呀，我们都是用自然农法。哎呀，有些人都跟我说哦，凤梨你除草剂弄一弄啊，反正时间到了就验不出来。我说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在做教育。我说贵在教育，我们从种凤梨，管理凤梨，然后采凤梨、切凤梨，再去炒馅，然后做成一个凤梨酥，这个过程很长啊。而且我们一块凤梨酥，我们研究了2年才成功。那所以说，一颗凤梨要18个月，我也是种了凤梨才知道哦，长这么久。凤梨、黄梨啊，和一年能数一百，和一年两能数一百哦。嗯哼。种一种抹杀农药的黄梨，唔是甜吗？纯他跟你说一下。嗯。我能从头，我因为个抹杀农药的东西吼，啥都细细啦，一点抹甜。比如说我们常常很多看到一些有机的东西啊。就是瘦瘦小小的，对对，然后也不是那么好吃，可是这个非常好吃哎。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刚好是在水源区，那空气啦，还有它的纬度什么都非常好，那一块地阳光又很充足，所以很适合种凤梨。可是有厚味土地嘛，用厚味方式对待以后，那又有一群快乐的孩子在那唱歌，嘿，他们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们在做农事哦。他们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唱歌，那我就觉得那种心情啊，心情它可以去创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我们的东西都非常好吃。噶创嘞幸福幸福时间直播，佮生意嘞参加提供迄天来部分啦。哦，我来做一下说明。其实生意嘞参与的部分几多？有几个面向，第一块是农事的部分，也可以多多严重已经讲过的。哦，总黄梨的时间。也就生意就会去参加。天一路头头讲到的加工品的一个部分，加工品呢也有两个面向。第一，就是烘焙的部分，如果你更加做开烘看到的一个凤梨酥，然后一个果干，还是讲一个米饼，一部分的东西都会加工。一加工的话，都要有食材，然后有法都去做加工。不是跟农事我有连接。第三个部分的话，都是烘焙的部分，其实更加也可以开发。面包啦，各种有关烘焙的一个部分，啊，还有一点最大的面向，如是传统，也是一种更加特色行的一个木盆。啊，以讲过，一个社会企业的部分，其实如是用企业的经营的方式来赚到钱，
来回馈一个公司，一个所谓解决掉社会的问题。而且一个面向来讲，发的开发的部分，除了讲到都有讲到社会的参与，包括社农的一个连接，哈米啦、黄米啦，也都拢有屯农民做一个合作的部分。再上来，如讲到都讲到的加工的部分，其实加工有一个过台的门槛，要很多机器、设备、对技术，也喺某一天的部分来讲，反而无法都做到加工品。所以说，伊头都有讲到，哦，一个黄梨树的部分，伊用两年人的时间，能开发出一个算够稳定、够好的的产品。所以说，一个部分的连接系过台的面向。可是头东阿等的眼中有提到啊，如果阿等的黄凤梨酥的事情哈，你花两年去研发一凤梨酥，今个一凤梨酥很能自家共创作，系咪？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凤梨酥是我们孩子一手自己做出来的。那当时我们在做凤梨酥哦，就是有时候就皮很硬，有时候就一直掉屑啊，那就这样一直在比例上一直都抓不准。那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炒到极限，因为炒一个凤梨馅要七个小时，而且中间不能停下来，又不能停下来，有时候就炒焦了，所以在整个过程上真的很辛苦哦。那后来是，吴宝春的师兄他来帮我们，听到我们的事情就说我来帮忙，嘿，就他在台南，他做糕饼做得非常有名，他就来说我来帮忙。哎呀，他也来教哦，教了两三天都不收费用啊，因为他说他被我们的孩子感动啊，被我们的精神感动。哎，那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不募款哈，是希望我创立善导书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不准募款，第二个不准有财产。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得，哈，或者说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是真正的是发心要去为社会，去贡献一份力量，你才来，如果说你是来沾沾边呐，然后就是说，就像过去一样哈，说我来送个米啦，送个爱心，我都说，我会拒绝，因为我希望说，来到我们书院来的每一个人，他真正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学到的是孩子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孩子也在他们身上哈，学到。我们曾经跟熊中哥哥哈有一段故事啊，很有趣。当熊中第一次要到我们那里去办一个古在文学的风尚的阅读计划，他们是最会读书的，碰到一群最不会读书的，好有趣哦，就发生了，是说哥哥很会读书，但很多事情不会做，我们孩子很多事情都会做，所以他们第一批来哈，大家相见欢，要回去了，大家哭成一片，然后第一回去就传。我跟你讲，你们要去学那个，你要去想办法去做那个善导书院的小孩不会做的事情，哦，那所以就变得大家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现象就出来了。那所以说我们在那里就慢慢去形成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跟力量。那在地也是啊，我们说我们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做，我是为了我们孩子的将来。孩子这我们一直在教导说，孩子你到底知不知道这片土地带给你的是什么？就像我不是客家人了，我很喜欢客家的东西。那我甚至去开了六年的班哦，训练我们的一些弱势妇女去做蓝衫，去做蓝染，因为我觉得蓝染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那我们训练这些妇女之后，她去开了两个工作室，从不会拿针线哦。那我们的妇女是她现在所设计的衣服是可以穿进，有人穿进去总统府领奖。其实我们在整个产业面呢，还有一些连接面，其实我们都在传输一个精神。我们在地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精神面？这是我一直在强调，可是这一方面要呈现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开始积极的让孩子去参与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再变成一个附加产品去帮助这些农民。他们的责任是不只要帮助自己，你要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假日的时候他是必须去关怀据点去服务老人家，那也要参与农事，然后很多事情他们都要去参与，因为
我不知道我可以给他们什么，可是我确信我可以让他到将来出社会，他是绝对有优势，一定有竞争力，因为他不怕吃苦。可是从一个弱势的家庭的声音呢，变成一个可以去天顺人，好、哦，可以去人家讲舒心向上，变成舒心向下的声音呢。可是我的三头鼠妖，其实伊作为唔单止系天顺人弱势的朋友，其实嘛做过多的产业的一种天顺。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马上过来。欢迎过来福气来耶！坐在阳平地边，我们看到声音呢，该听下的声音的味道，而变成嘛个样诶。其实也如向我们的眼中同人的子宫在比人的影响。长毛牙子宫太高，我们声音在做一条事情的时间，有看到嘛个样的转变吗？有啊，你可以看到你讲声音的对人的呼吸转变哈，伊对唔晓得多歪，有该态的转变，啊来说明一下有一啲故事分享唔太敢说的。有的小孩妹，他要是在六年前的一些生意的多过亿的阶段，啊，伊在做出门前在做王律师的时间，伊唔晓得做，我也抄头都讲，也抄一个阿来讲，会发生过困难的事情。是啊，抄七八点钟的吼，嘿，都晓得，唔是六个月多拜，几个月多拜，但是呢，经过安尼一啲情形，两种都会说明提供，比地得讲也中间的一啲辛苦。所以生意呢，会体谅讲，哦，原来一啲东西嘅产生，系对过简单一切都困难的一啲步骤，系过多长久嘅一啲部分。所以经过安尼一啲变化来讲，一个生意呢，更加对一个王秘书来讲，佢就讲以烹饪方面来讲，拢系印度数一数二嘅一啲生意呢，甚至有参加讲屏东嘅客家嘅一啲比赛，也有得到过好嘅一啲名次。也如许生意的提，自然经过训练，经过安尼磨练，一定值得晓得有安尼技术以后，伊可以表现出伊自家一啲才能出来。体伊无想到爱放弃，错哈，你冇比讲，咁你自家唔会落到位，咁你冇做位，你冇系讲冇做位，你们没有教他放弃。其实这个对于工作来的态度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教导小朋友一件事情，其实要从头做到尾，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是，嗯，对啊。其实我发觉我们孩子很敏感啊。其实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决心跟负责的精神？因为我们从小就带他到大，几乎是有的是从四岁，然后是一年级，他现在已经国中三年级了。这些孩子非常贴心，他只要看到我有一个孩子，他每天都问院长妈妈你今天开不开心。他为什么这么问，是因为他是睡在一个木板上的小孩，那我们知道他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帮他租个房子。他其实是不开心的小孩，可是他天天都要问你开不开心。那有些孩子看到我今天就好像是不舒服，他卡片就来了，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他第二个家。他所有的事情我也跟他讲，我们现在如果说有去看幸福石这个善导书院的场域，你就发觉我们现在所打造的都是为了孩子，他可能不是在功课上，可是我的都让他做跟产业有关系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蔬果，我们一些菜全部上餐桌，我们教导他食农教育。那我们在烘焙的部分，孩子是从头自己一手做到尾。像老师来教哦，他今天教这个，下次教，我说你不可以这样教，你一定要教到他自己可以完全自己自理，可以自己从头做到尾的时候，才可以换第二个题目。不然的话，你可能很好玩啊，这个礼拜学面包，下礼拜学蛋糕，
他没有办法学到技术，所以我们光是一个芋头蛋糕，因为我们高树芋头非常好吃，芋头蛋糕我们教了半年，我们教了半年还继续在教，就是一定要让他完全会，他将来出了社会，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很快就会知道说一件事情不能放弃啊。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跟每一个环节都连接在一起。哦，食衣住就是衣服，也一样哦。我们刚刚讲的是衣服，食衣住行几乎都把它连接起来。可是头头我的严总伊讲伊的最重要的事情，伊讲其实你今仔搞生意呢，唔要搞伊的兴趣，搞伊的乐趣。其实伊爱搞伊的嘿，让伊去完成伊的工作。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很多课程里面，其实就是培养一个兴趣啊，我们小孩子的兴趣啊、乐趣啊。可是一路从严总头头讲的，今明夜搞变个行业。还一摆都搞蛋糕，其实生意呢，其实名名啊都唔上啊名。佮其实咱那个来讲，那人家要生意，人家讲触角归多呢吼，人家可能唔但只要照顾生意呢，又要训练一点，好，然后你的头又讲啊，你又有带下人的生意，我们的成人哈，你说头人讲给染的哈，我们的衣服的，然后人家又同生意的问题，其实生意的问题冇安简单的，你当初那么想要接触哪一块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帮助孩子是不够的，一定要帮助孩子的家长，他的经济上是可以结构改变，孩子可以去帮助家庭，他不再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负担。那当家长有工作的时候，他整个家庭环节都改变了。我们从第一年到六年级，每年的过年都有小孩，到第六年的时候终于有四天没小孩，然后那四天我好寂寞。可是我们发觉家长开始负责的，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去带他们出去玩。那有我曾经听到一个小孩说，我就说你明天有没有来？没有，我爸爸领薪水，明天要带我出去玩。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不敢说很成功，但是慢慢的一个一个来。所以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孩子强调六赢。就是我们在爱护这片土地，我完全不用农药，土地赢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孩子知道他可以自给自足，赚自己客服经费，孩子也赢了。第三个，我们提供家长的就业，因为我们有一个妈妈，她单亲，那她孩子是我们里面四大天王，我们提供就业的时候，她就说，哎，这个妈妈没有工作，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给她工作？那时候我们不缺人，我就跟会计说，不然我们来挤一下，我们台湾话叫 K 级的，就是说我们再节省一下就讲一下了，对，讲出的毕业出来。结果自从这个妈妈来上班，这孩子不再捣蛋，孩子反而是这里面可以去帮助别人，因为他想表现给妈妈看，那他也怕说妈妈因为他捣蛋就没有工作，所以我们就开始发觉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跟家长去共享跟连结，而且他变成。大家都有个共同使命，就像我们的巴拉阿嬷，她只要有空就来帮忙。我们的那个凤梨豆酱也是她做的啊。那这个家长也赢了。接下来刚刚我讲的巴拉阿嬷啊，芒果阿公啊，他的芒果非常好，他是种在瀑布下，可是他交给行口是很没有价钱。为什么？瀑布都有喷水，都有那个花，对。所以它的皮就一点一点的，价格很不好，可是我们知道它是好产品啊，哎呀，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故事慢慢的去讲出去，它的东西就变成就价格非常好，因为它要照顾一个三十几年中风的太太，啊，一年才一分多，那卖10块15块，你说它怎么生活？可是我们就用高价跟它收购，然后就卖给真的喜欢它产品的人。所以我们的小农也赢了，老农都赢了。那第五个就是我们善导书院可以经由这样的一个教育平台赚取一些，我们的一些自己的经费，书院也赢了。第六个就是我们的守护天使，就是你吃到我们东西是完全没有农药。我跟孩子讲，我们接受大家的这样认购是一种帮助，我们不能白白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必须要把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守护天使来吃，让他们健健康康，他们可以很健康的越来越幸，吃到东西越来越幸福的时候，好，那我们这一条路可以慢慢的延续下去啊。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帮助过更生的小孩，这里其实我想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常。
我们在这个整个21年来，我们有很多孩子是没有救到，甚至他因为我们来不及他就死掉了。所以在这个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很难过。你这个母丢的我生你的啦，他在不懂事的时候他去犯了罪，然后他已经出狱了之后，他想回头去做对的事情。那第一个家庭又不太会带他，每天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啊，你都在家吃。他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孩子他一旦有一个，尤其他的那个罪名叫做贩毒，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那些集团又想要他回去，他又不想回去，到最后变得，我们台湾话比较贴切叫进不步退不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进某路退马某路。最后他就选择一条最有尊严的路走，就是自杀。这个让我们就觉得说，所以我常常讲，土地是平衡这个社会极端社会的一个最好的解答。他不会去认证你的身份，不管你是有钱人没有钱人，犯罪的人，只要你愿意在这片土地耕作，立刻得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也帮助很多更生的小孩，他去做农事的这个部分，而且发展得很好。我们里面甚至有这样的年轻人得到畜青奖。对，很简单的，对的，更生人得到的，别人也得奖的一点点。然后他也进了总统府领奖，这个我们都没有跟社会大众去吹嘘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去做，不一定要去讲说我们有多厉害，默默的去守护这片土地是我们想要做。我们觉得大地之母是非常慈悲，天地非常慈悲，当老天爷愿意给我们一碗饭吃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留半碗给别人吃，这是我们的理念，也希望说我们的孩子坚守下去，找到自己的方向。有一句话说，各种不愧是你只要做一件事情的时间，全世界如果听话来听书，其实一句话听下的成员中神通得到我们的最好的印证。其实爱和恩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舒服一块土地，变成一块土地的舒服的天使。今天我们各位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现场，同我们分享安精彩的故事。谢谢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讲我们的理念跟孩子美好的故事。好，谢谢。各位感谢我们的李太国来到我们现场。感谢大家与我们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在见面的时间，有一点小小的算分享的部分。吴念真导演有一句话归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特殊让我有知识，有知识让我产生力量，一个力量需要大家来听书，大家可以分享个社会个和谐个平衡。多谢，谢谢，同埋多谢李太公。休息一下哦，等下听下等时钟啦，圆通圆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我是永恒，今天要教大家是下半身的运动哦。好，请大家放下来，莫再坐蹲的哦。好，来同先生来同下做运动的哦。好，来两只脚来打开来。好 ，keep he， 来做一点暖身。好，跳 he。起起跳起起起好跳起好慢慢的飞中间好两只手中的按的呢右的好顶的右边慢过去慢慢的过来，顶的左边弯过去，好，回中间，滴前面，好，竖，扣风来，滴前面，好，我们背囊要伸出来哟、哦。
好，慢慢的回正。好，我两只手表演个摇诶，后背，好，保护个摇诶，伫后背做全身。慢慢的过来，好，来做摇诶，来捞拳，一拳。两拳，来做四拳哦，三拳，四拳，好了，弯拳，一，二，三，四。好，回中间，好，来来坐下来，慢慢的坐下来，好，来竖竖臀脚来伸出来，好，起起，跳起的前面，往下，好，起起，跳起，再一次。起起，跳起，起起，跳起，再摆，起起，好，跳起。慢慢的仰背回中间，更加呢慢慢的抿下去，好，起起摸痛，跳起，靠我们肚子的力量哦，慢慢的一节一节下去，两只手，好，来表的两片，好，我们脚慢慢的压下来。好的，七条，好，轻量，两吞下，莫开开哦，两只手，好，提夹饼，好，提两片，慢慢的，顶个左片，放下去，控制好，起起，跳起过来中间。好，更加弯片的哦，起起摸痛，跳起，动个另外一片，起起摸痛，跳起再过来，慢慢的顶个左片，放下去，控制好。起起，跳起过来中间，好，更加弯片的哦。起起摸痛，跳起，动个另外一片。起起摸痛，跳起再过来。好，两只手，摆弄个脚趾头，好来做一个大休息，做停留。你可以发，俺能再来做一摆，好，来两只手打开来，好，起起摸痛，跳起的时间，把那另外一片。你跳呢，还是要看前面哦，看那天花板。起起摸痛，跳起过来中间。起起，跳起，起起，跳起过来。再来休息，好，
更加呢，阿拉来教进阶版的吼，有一些哦，有一些难哦吼，更加同的树用的用片，更加叫石车，啊，成旧石土，好，来定的照片，慢慢的下去。你都是你都要用一个强度哈，起起木桶，好，再过来，在中间，起起，挑起弯片，慢慢的，好，慢慢的过来，在中间。好难的，你脚七条，好注意哦。提下通早时间哈，唔可以按你都下去的哈，按你通早唔超过，按慢慢的控制，好啊，稳定的骨盘，慢慢的好下来。好，我刚刚的都是好用到个太力量，好再过来。好，可以哈，等一下再排哈，好来休息一下。好，准备好的哈，再排哦，两只手边的两片，好，脚伸出来，好，慢慢的，停停的，都下来。好，起起，跳起过来，飞中间，起起，跳起，慢慢的过去，好，起起，跳起。过来休息，好来休息一下，好准备好的哈，再摆哦，两只手边的两片，好脚伸出来，好慢慢的停停的，都下来。好，起起，跳起过来，飞中间，起起，跳起，慢慢的过去，好，起起，跳起。过来休息。好，做下通常呢，我们是特价。好，阿多鸦片的时间哈，奶奶脚边的鸦片时间，你可以休息一下再过来。好，不用的身体哈，稍微休息一下。好，奶奶再拜哦。好，来，伸出。好 ，keep he， 跳 he。慢嘞，好，起起，跳起飞中间，起起，跳起到个另外一片，好，记得控制你的身体哦，起起，跳起过来。好，来做一个休息。好，来做休息的动作。慢慢的脚伸出，好，手伸出，好，起起，跳起，慢慢的放起来，一节一节。好，过来，
今天的动作记得了吗？今天的动作有一些难哦，慢慢的做，慢慢的练习，一定可以做得到。好好运动，安能下班那么了。Thank you.